接下来还要带您看到这个镜头，真的是太恶心了。花莲这位民众呢，三月底呢到宜兰购买知名的三星葱酱，没有想到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？一打开看到一堆蛆，这样爬满瓶盖，而且是活生生的还在蠕动，让他当场呕吐。 一条条黄白色的蛆蠕动着，爬满瓶盖，还带着虫卵，让人看了相当恶心，食欲全消。花莲一位潘小姐三月底到宜兰购买农会出品的三星翠玉葱酱，没想到开封后让她惊声尖叫，一只只活蛆北来北去，让她当场干呕。以往是有消费者反映说，如果没有在开启以后没有冷藏来讲，偶尔会有所谓这个发霉的现象，但是长期这是到第一次。 打开香喷喷的葱酱，浓郁美味，本该超下饭，竟然让人饭都要吐出来了。是，我们会针对这一批的一个产品呢，重新做一个检验。哦，这位消费者，我们他的产品，我们是绝对无偿给大家做更换。啊，另外我们会表达他在这个开启的过程当中心里的一些不舒服，我们会表示我们的一些这个致歉。 虽然愿意换货给潘小姐，但是这么可怕的经验让潘小姐直呼再也不敢吃了。宜兰农会一直以三星葱系列作为主打商品，现在却发生葱酱有蛆的事件，让形象大受影响。中天新闻林医生王一杰，宜兰采访报道。